老师，哎呦，平平啊！老师在上，弟子见过老师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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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免礼免礼，快快免礼。哎，叶大人，你看我这个精灵女弟子，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是啊，果然天下无双。老师请坐。哦，好，好。平平啊，这里的环境很不错，清新优雅。哎，记得当年在精灵之时，你就是个喜欢安静的。多谢老师惦记着。其实那时我就看出来了，你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你在书房的时候倒是比在园子里玩耍的时候多得多。哦，不知道你这里的书房如何呀？哦，书房在宅内，里面正在熏香。哦，我不是一定要去你的书房，我是这个东西还是我中进士之时皇上御赐的文房四宝。来，今日我把它送给你，算是老师的见面礼。其实御赐之物学生不能要。哎，皇上赏赐给我的，却没说不能转赠给别人吗？来，平平，收下吧。多谢老师，学生确实不能要。哎呀，我先替妹妹收着好了。好，好，那也好，那也好。那老师就告辞了，日后我会常来看你的。老师走好。啊。恕不远送。妹妹不是在熏香吗？你何时见我用个什么香料？哎呦，妹妹也会撒谎。哎，你老师的礼物？什么臭男人的东西，不准进我的屋子。
这可是御赐的文房四宝，好东西啊。就是玉皇大帝赐的，我也不稀罕。妹妹，那个男人虽是臭，可这东西还是好的嘛。哎呀，漂亮，真是没想到我这个女弟子竟会出落得如此漂亮。大人来此原来不是办案，倒是来续弦的。续弦？我说我要续弦了吗？早夫人过世还没几天，大人如此猴急，传到外头怕是有人会笑话。笑话？让他们笑话好了，本官是不怕的。这只是大人的意思，我看大人这位女弟子好像没这意思啊。哼，事在人为，本官既是有意，他又岂能无动于衷啊。可是我早就听说大人的这位女弟子早就许给了那个秦二爷。是吗？可他即使还没过门，本官就总有机会。来人，在，把这儿收拾一下，大人要在这儿办公了。是。禀王爷，府公府的赵府赵大人来了。他也该来了，领他去内务府营造司。是。好，奴才给王爷请安。免了免了，赵大人到我这儿不要客气，就当作是你自己的家。哎，是。怎么样了？事情都搞清楚了？让我猜猜皇上那是怎么说的。一个嘛，就是我李王府可以有个内务府，这不算僭越，而是皇上的恩典。二一个嘛，我这王府的内务府是给皇上办事的，你在王府内给我办事也是给皇上办事，一个样。我说的对不对，赵大人？是。皇上的圣谕是多一个内务府也好，都是给朕办事的。我就说嘛，若非皇上的允准，谁敢造这个东西啊？这不是皇上的銮舆吗？来啊，在升銮。哎，快，只有皇上才能坐这銮舆，是不是啊，赵大人？是。若是本王登上此銮舆，那又算什么呢，赵大人？不不，奴才不敢说呀。按赵大人的说法，本王也是皇上了。不不不，奴才没这么说。大胆赵府，见了皇上还不下跪？王爷，这等玩笑开不得，开不得呀！赵大人以为这是个玩笑吗？是。假如这不是个玩笑呢？王爷，这奴才不懂，奴才诚惶诚恐。你跟着我，如果本王果真当上了皇帝，你就是开国功臣。奴才不敢。不不不，王爷说什么，奴才没听见。可你不聋啊，你听得到。我知道你家的那个贤德妃已经警告过你不要跟着我干，这让我很伤心，很伤心呢。她原是我王府里的王妃，是本王的人，如今她竟背叛了本王。我跟你说，赵大人，她背叛本王并非出于她的本心，她是害怕，当今皇上就是要让她怕，怕他不敢帮着本王，帮他的老主子。皇上同样也要你害怕，目的也是一样的。查缴李家的罪产，就是皇上对你赵家的威吓。这不过是皇上走的头一步棋。你若是不识趣，第二步就要到了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就是抄你的家。卖你的卷口，让你家破人亡。要是真到那个时候，赵大人，只有本王能保得住你的命，保护你的家，你明白吗？不！书在里头，贝勒爷，请。
小爷。什么事情不能在家里说？是皇上有密旨。朕以为事情恐怕很快就要发酵，尔等务必尽快查明宫中内鬼，不然一旦事发，朕将极为被动，甚至朕为江且不保，钦此，切切。都是我无能。小爷，以后咱们多用些心思就是。这哪里是用心思的事，我根本就无从查起。阿玛在宫中安插了钉子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。至于谁与宫中内鬼联络，更是极为机密。我甚至不知道派出去跟他联络的究竟是谁。或许是王爷亲自与那内鬼联络。不会，我猜是大管家。在王府里他知道的事情甚至比小爷这个王爷的亲生儿子还要多。那就盯着大管家。我不是没盯过，可哪一回他都不是去跟那宫中内鬼接头，我又不能事事都盯着他。接头？如果要说到接头，他们一定不会在郑家庄。那倒是。梅雪，这个大管家离开庄子出去办事多不多？这倒是不多。那好，我会派一个妥帖的人叮嘱他，他只要离开庄子就立刻通知你知道。好，这样好。现阶段也只能这样了，我先走了。蓉儿参见王爷。你怎么来了？蓉儿是特地来问候王爷的，顺便也来讨个差事做做。蓉儿老是这么闲待着，都要闲出病来了。本王早就说过，你不必做任何事情。你把那笔李家罪产送给本王，就是你做的最大的事情，也是你为你的未来投入的最大一笔本钱。所以，你为本王是立了大功的，本王要犒赏你，不是一般的官爵，而是你和你一家未来的锦绣前程。所以，稍安勿躁。不出半年，你等到的东西，会让你光宗耀祖。是是是，蓉儿懂。所以眼下你还不能做事。只能在我府里先住下，更不可抛头露面。你想想，府公府的人正在到处找你，若是找到了你，你拿不出那笔钱，你会有什么下场？多谢王爷关心蓉儿，可是蓉儿只是想，王爷正在用人之际，我就这么闲待着，心里总不是滋味。我是要用人，我要办大事，还是要用钱，要有更多的钱能为我所用。李家的钱已然在我这儿了，还有你们赵家，你们赵家的连襟王家和薛家，若是京城四大家族的钱都能为我所用，那就好喽。好，回去歇着吧。是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我家两个孩儿都在我跟前，我知足了。是谁呢？老祖宗，我在的。孩子，你年纪轻轻就守寡，拉扯个孩子，
不容易啊，老祖宗，还是应该的。哎，好，好，把孩子拉扯大，有了出息，你就风光了。我一定会让你放心的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两家的老爷太太还有莲儿两口子留下，我有要紧的话要说。你们都散了吧。老祖宗，去吧，去吧，老祖宗。我到这个家呀，已经60多年了。从年轻的时候，到老来，福也都享尽了。咱家里两个孩儿的婚事，我是要做主的。这么多年，我积攒下一些私房，前日已经说了，分出一半来，抵了我李家的罪产。我知道那是不够的，我只不过是代我娘家还些债罢了。剩下的一半儿，原想全都给了晴儿和平儿，做他们俩的婚事用。如今看来，这一半还要再分成两份儿，一份儿给两个孩儿，一份儿用来卖祭天，给全家的将来多些预备。至于我嘛，你们也知道，活着死了都要风光的。我那夫君先我而去，他现在住在金陵老家墓园里，到时候你们就把我送过去，我跟他团圆就是了。老祖宗，珍珠啊，哎，拆分我的私房这三件事，我就都要你来管了。现在我把我的私房钱全都交给你。老太太，两家的老爷太太都在，还有连二爷连二奶奶，这么重大的事，您还是收回成命吧。不，我就是要你来管。我知道这些事只要你来管着，事情办起来才不会走样儿。老太太，珍珠，你就听老祖宗的。老太太，拿着。老祖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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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祖
放这儿吧。慢点啊。老爷，老太太的私房都在这儿。好家伙，能红黄蓝绿的这么整齐，可见老祖宗生前可真是花了不少心思。可这又如何分派呢？老太太交代的话，当时老爷太太们也都在场。这些我们都知道了，要我说就不必过于拘泥。皇上追缴的罪产有40万两银子之巨，老太太这些私房的一半，即便用来还债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。除了老太太要留给宝琴和嫔嫔办婚事用的那一份，大约是这40%里的10%，其余30%全都用来买祭田。老祖宗生前特别强调要置办祭田，不知是什么道理。原来我朝有个制度，一般购买田地，买了就买了，不过是买卖双方的事情，可购置祭田却要上报官府立案。这样做有个好处，假如日后获罪抄家，一般家产包括田产都要被查抄没收，只有此前上报官府立案的祭田不会被查抄。当初李家留下了那么多银子，可是却没有置办一亩祭田，恐怕就是没想到会有倒霉的一天。所以这个置办祭田的事情不但要办，而且要赶快办，就置办在金陵。老爷说的是正理。二弟想得很周到啊。二叔要如何办交给侄儿就是了。啊，珍珠姑娘，方才所言与老太太交代的话有些出入，你以为如何？老爷说的虽说与老太太交代的有些出入，但是并没有忤逆老太太的遗嘱啊。其中更多置办祭田的倒比老太太说的更深的一层，奴婢赞成。啊，珍珠姑娘，这些财宝要换成银子，还是莲儿和凤丫头来办？是。换成银子后留下一份，再交给珍珠姑娘由她保管着，预备给宝琴和嫔嫔的婚事专用，其余的三份不拘多少，一律都交给我。是。记住，专款专用，不许挪用。啊，是，老爷，您就放心吧。老爷，奴婢的事情都交代过了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，就先下去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咱们这里也没事了。哎，哎，等等，大哥还有事情。哦，可不是嘛，还是3年前的那件事，你们忘了？我家老爷当年就看上了珍珠这丫头，要给她长脸，让她到我家里来，跟我一起侍奉老爷起居。可那回珍珠这丫头说，老太太在一日，就一日不离开这里。老太太呢，自然也就没让珍珠这丫头走。这件事儿就撂下了，如今老太太走了，也就再没了理由。再说了，我家老爷赏脸给她，她也应该明白尊卑贵贱的道理，她也不应该不赞同。我的意思呢，等老太太的百日过了，就一顶花轿把她接到府上，你们看看这样安排可好？大哥，真要这么着？二爷，你是有二房的，我却没有啊。再说了，我看中珍珠这丫头已经好几年了，就是不知珍珠怎么想。哟，乔二弟说的，他还能怎么想啊？这是给了他根高枝儿，他还不赶紧爬上去，从此就变成主子了。可这话又说回来，这还得有人跟他说说。我看呐，凤丫头伶牙俐齿的，跟他去说最合适不过。
哎呦，哎呦，不不不，我不成，我不成。这种事儿得有个日常亲近的才说得上。哎，对了，我家十二最合适了，他日常啊与珍珠最是相好，他能说得上话。二奶奶真是的，这道麻烦事儿就推到我身上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其实说不说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我就请你去说说，这个大媒我就让你做了，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十二姐，有事儿吗？哎，你可知珍珠去了哪儿？珍珠姐倒是留下话了，说有事儿到萧玉馆去找她。啊，行，那你忙去吧。嗯，好。老太太的遗嘱，原是不该我来传给姑娘，可我怕我若是走了，就没有人来跟姑娘说了。是，谢谢珍珠姐。姑娘跟秦二爷的婚事，在老太太那里是早就定下来的，老太太临走前又是特别的关照，把她一部分私房钱拿出来用作给姑娘和秦二爷的婚事。秦二爷是有爹有娘的，他自个儿的婚事倒用不着他自己操心，所以我猜度老太太的心思，这笔钱是给姑娘用作嫁妆的。可惜老太太已然先走了，不能亲眼看到姑娘上画轿的那一天。我知道，老太太看我这个外孙女没爹没娘的可怜，所以对孙儿更多用了一份心。我是知恩的。真是的，原是来告诉你，是要你高兴的。知道了，到处都找不见，原来躲到这里来清静啊。十二姐，快请坐。好你个小蹄子，那边的事情没了呢，你就没了影。我就知道，人人都瞅着林姑娘这儿啊，又是清静又是舒适，躲到这里再惬意不过了。所有的事我都交代了，老太太的私房，如今也都到了你家，我自然便清静了。林姑娘你瞧瞧她多能啊，老太太托付的那么一大件事情，就是我家二奶奶做起来也要颠三倒四的，弄不好可要鼓捣些日子呢。她呢三下五除二结了，怪不得人家主子看上了要给她长脸呢。十二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是哪个要给我长脸？哎，还不就是大老爷吗？三年前就要你过门去，让老太太给拦住了，可你也知道你跟不了老太太一辈子，终归还是落了她的手。我就知道他不会死心，可我原想这老太太刚归西，她横竖还要守三年的孝呢，没个娘才死了她就先拉小老婆的，没想到老太太的魂儿还在铁槛寺里瞅着呢，她这做儿子的就等不及了。当年我就说过，若真有了今日让我为难，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，不然还有一死。哎，你这小蹄子难道真不要脸了？简直信口胡说，是他个老色鬼不要脸。我说珍珠，你别老说气话，如今老太太不能再护着你，到底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究竟想怎样？说个明白话来。明白的话我三年前就说过了，当初就是你们也不相信我，难怪那老色鬼还要纠缠。可是男婚女嫁的终归父母说了算，你爹娘都在金陵，终究也寻得着，现在还有你哥哥嫂子在这里，他们在这又怎样？牛不吃水强按头，我不同意，难道要杀了老子娘不成？哎，你别走啊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咱们再商一个应付的章程来。啊，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若是个带话的，就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死了这份心吧。哎，哎呀，珍珠。哎呦，我的好妹子呀，你可真是让嫂子好找。做什么？走走走，跟嫂子回家去，嫂子啊跟你说些喜庆的好话啊。走，闭上你的臭嘴给我滚。嗯，宋徽宗的鹰，赵子昂的马，都是好话，你成日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，一家人就可以在外面横行霸道。你呢，看着眼热把我往火坑里推，日后我若得了脸，你们就可以在外面横行霸道，自己封自己为舅爷了。
我若不得脸，你们王八脖子一缩，生死由我。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说，犯不着千三挂四的。俗语说，当着矮人别说短话，姑奶奶骂我，我不敢还言。这位十二姑娘并没有惹着你吧？小老婆长小老婆短的，人家脸上怎么过得去啊？哎，你倒别这么说，她也并不是说我，你别千三挂四的。你听见哪位太太太爷要封我做小老婆了？况且啊，我也没有爹娘兄弟在这门子里仗着我来横行霸道，更犯不着多心啊。好好好，我是好心成了驴肝肺，你即使不愿意，我便回来大老爷大太太就是。你若是真拧得过人家，我倒还真服了你了。哼，你坏了，你嫂子先去了大爷那儿，不定会怎么说呢。十二姐，你不也是个中间人吗？你也该去说说，免得他们偏听偏信，日后让珍珠姐不好做人。不错，我得拉上我家连二奶奶，看如何说法才能堵上他们的嘴。珍珠姐，别哭了，你就待在我这儿，我就不信他们还敢到这儿来抓人。横竖我不嫁人，难不成他们还杀了我？哎，珍珠姐，反了，真是反了。哎呦，大老爷您就消消气，我家石儿原不是个会办事的，这件事儿没给大老爷大太太办好。其实这事儿也不怪石儿姑娘，就连我这个做嫂子的也给她骂了个狗血喷头。来人呐，父亲您要做什么？老爷你别管，你们都别管，去把珍珠那小蹄子锁了，关起来。是。哎，父亲，这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，他早晚都是我的人，我先要磨磨他的性子，不然日后进了门他还不得反了天呢。走，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快走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，抓人了，抓人了，放开我，放开手，放开手，放开我，放开他，放开我，把人带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进去。怎么了？来，快跟我来！不是你，这干嘛呀？什么事儿啊，林妹妹？跟我来吧。二爷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哼，混蛋！老太太的灵柩还没出京呢，她怎么敢这样做？哎呀，老太太没了，论辈分，这个家里头还真就该她做老大。所以说这个事儿啊，咱们还真是不好管。你说该如何做？大老爷做的这件事儿确实不怎么地道，可这事儿这话在这家里头，老爷您要是不说是没人敢说的，所以珍珠那丫头也只好认了。要真能这么着倒也好了，虽说是个强扭的瓜，又是老牛吃嫩草，珍珠那么高的心气儿到底是心不甘，可日后她如果从一个丫鬟一步登天成了主子，心气儿慢慢也就顺了。好好好，那就这么着吧，不管了不管了。二奶奶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要不我去找大伯？怕是没用，如今这园子里头大老爷是老大，他为所欲为，没人管得了他。那就没办法了吗？珍珠姐的性子我可知道，逼急了他会死人的。哎，要不这么着，等到晚上咱们俩偷偷的把他给救出来。你我都不成。可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，枕霞大婚那天咱们俩去送他，到了郑家庄那里到处都是镖局。哎，对呀，
那些镖局的掌门都归琛贝勒管，我这就去找他，借几个镖局的好手来，晚上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给偷出来。要救他的命也只有这么办了。哎哎，可偷他出来总要有个藏身的地儿。就藏在我那儿好了。成，妹妹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他，你等我啊。嗯。吃饭了。这又是雷又是雨的，老子还得伺候你。行了，吃吧，未来的二奶奶。房里听说他砸开窗户跳出去跑了，那宝琴和贝勒爷岂不是要扑空了？什么？英哥，你说珍珠姐会跑到哪里去呢？这谁知道啊，这黑咕隆咚的，又是雷又是雨的，他会不会去寻死啊？啊，不会吧，他要是想寻死在柴房里头也就死了，还跑出去做什么？你不懂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宁哥，快去碧林轿子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这大雨天的。哎呀，老爷，府里都找遍了没找到啊。再到府外边去找，活的死的我都要。是，快去找。快去，都跟我出去找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你们到那边找，好，其他人跟我走，走走，快走。林姑娘，咱们这去哪儿啊？去铁槛寺。啊，好，伙计们，这边走，快。这位施主，你看清楚一点，我是府公府老太太身边的人，你应该认得我。好像是见过，可这大雨天的。哦，是我家老爷要我来陪陪老太太，陪陪她的灵柩。为何啊？
哦，我家老爷做了个梦，梦见老太太说她一个人在铁槛寺里待着闷得慌，要我来跟她说说话。啊？哦，你尽可不信，可我家老爷信的，我也信。那我得通禀我家住持。你尽可去通禀，你家住持不信，让他来见我。哎，施主。心在为谁？